里对不对？对。你上面隔了就在这里。对。你前面你量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现在量一下差多少，然后我们再在上函数上加。你看看去，按照你加这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你这到这里，我这个加五十。对。加五十，没到五十。差不多55吧，如果从这里到这里的话。55。对，55，我们加个55。原来是150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加205，对。你毕竟是你们家位置，我们就改成205。对对，你把这里加50，加上之后你要保存。好，先点保存。保存，你再出一张标。好，再点动，点动出一张标。再点动出一张标，这是你第一张，但你。但这个数据留下来，你第一张不看，也要看第二张。哦，不要看第一张，要看第二张。对对对。因为第一张还是不准的。我们看第二张，先不看第一张。好，第二张现在就可以看到，我们调整这个停标位置之后。这个电影就到了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就正确的。对对对。对，好，到时候我们就按照正确调好给他。对对。好，可以可以。